大家晚上好，又回来见面了，吉林法乐园。今天的主题还在圣财第七集，小主题是大姐宾娜。要听之前，首先跟各位复习提醒，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修行证得涅槃，为了修波罗蜜累积功德，所以每一天各位要精进努力修行，边工作边照顾自己的心，行住坐卧都要意念主摄，让自己早一点证得法身，体悟到内在的快乐，就是最最重要。各位大德，法圣师父曾经讲一句话，勤者总会如愿以偿。当各位有愿望，希望自己能证得法身，这是非常好，也是很难得，不容易生起这个念头，这个愿呢，这个愿力是我们生生世世累积的愿望。不只是今世的愿力而已啊，各位大德，希望自己证得佛法，证得法身。既然已经生而为人了，要达到这个愿望，就要勤修，勤就是用功修行，才会如愿以偿。一定可以的。好，我们先听一点佛法，再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哦。圣财第七集，大姐宾娜，玛哈嘎宾娜。祖师所教导的这句话，ศูนย์กลางกายฐานที่เจ็ดศูนย์กลางกายฐานที่เจ็ดแต่อีสื่อซื่อศูนย์กลางกายซื่อถิ่นในจงชินฐานไรซื่อปาลิวันฐานะอีสื่อซื่อชู่ที่เจ็ดซื่อที่ชี้จงอีสื่อซื่อถิ่นในที่ชี้จงชินชู่这里是我们心的安住处，也是我们生死睡醒的地方。最重要，这里是向往涅槃的地方，也是成功与快乐的泉源。假如希望自己早点证得法身，获得快乐，等等等等，各位要常常意念体内地气中心处。这个修行方法是佛陀时代诸佛诸圣人用来成佛成道的修行方法。只是怕蒙坤提摩尼祖师重新发现回来教导我们而已。这个修行方法就传承到法圣师父时代。法圣师父目前还健在，也正在关心各位的修行，希望全球弟子早点证得法身，体悟到内在的快乐。所以我们先向祖师跟法圣师父顶礼感恩哦。感恩祖师跟法圣师父教导我们修行静坐，以虔诚的心拜师，师生的心连心，祖师、法圣师父、真孔诺永老奶奶，都把心静定在体内第七中心处，这是师父的心。在这儿，假如学生们同样有同样的心，静定在体内第七中心处，一定成功证得法身。佛法虽然深奥，但容易证得。初步修行，各位不能动脑，不能研究分析什么，要学幼儿园的方式，简单轻松舒服的宁静在体内第七中心处。当各位的修行境界，幼儿园毕业后马上获得博士学位，
能学习佛教里深奥的法，想要学吗？佛教可以比喻成这个木片，最外围是仪式跟文化。当佛教传入了哪个国家，就会入境随俗，仪式跟文化可能会变，但里面内层理论、实践与验证总不会变，这是佛教的整体，扣扣相关。当各位的时间短，要重视修行，让自己能赶快证得法身，验证佛法。好，我们复习昨晚的课一点点啊。在南传论里面有谈到四种信仰，四种信。第一种信是佛经上之信或者理论上的信仰，巴利文叫阿卡玛萨塔，这也是重要，因为有理论才有实践，才有验证嘛，所以我们要对理论产生信仰，这是非常好的。第二种信仰是正德之信。当我们学到理论了，佛教的理论，塔塔格达菩提萨塔，相信如来成佛的智慧后，就要开始遵循佛陀的教导修行。如法修行后，就会证得按部就班的证得内在的佛法，叫做阿提卡玛萨塔。当自己的累生累世的功德波罗蜜圆满后，竟能证得四相四果，甚至成佛，叫做圣人之信，欧嘎巴那萨塔，坚定不移的信仰，欧嘎巴那萨塔，圣人之信。不过这三种信都包含了澄净，就是心要透亮。澄净之信叫做巴萨塔萨塔，巴萨塔萨塔可以补充解释，之前我们有跟电力做比喻啊，信仰跟电力，当人看到有威仪的法师，起了恭敬心、信仰心，或者是听到法师讲话的声音很好听，甚至听到对方讲话很有道理，眼睛看见，耳朵听见，这是属于10%到30%程度的信仰，叫做无禅定者的信仰，心也透亮，所以也包含在澄净之信里面，巴萨塔萨塔。我们产生信仰后，没有停留在那一个程度，继续修行，按照导师所教导的法，祖师所教导的法，法圣师父所教导的修行方法，如法修行，各位就会有禅定的经验，有了禅定，证得体内的法球，出道光球巴塔玛玛卡，或者是证得内在身体中的身体，也是禅定，叫做四念处啊，四念处的程度，或者是证得法身，都是按部就班去证得，按照自己的勤奋修行程度，那勤者总会如愿以偿。假如想要证得内在的佛法，就要勤勉修行。
这个程度是40%到60%的信仰，继续修行到波罗蜜圆满，如同圣人一样，证得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到阿罗汉果，四相四果。就像今天早上法圣师父引导静坐中有谈到18身，其中，内在8层身体啊，叫做四双八倍，就是圣人，粗的须陀洹、细腻的须陀洹法身，等等，粗的斯陀含、细腻的斯陀含，到阿罗汉法身，到四双八倍的程度啊，就是圣人的，的程度，70%到100%的信仰，心也清澈明净，所以归属为巴萨塔萨塔，甚至有内在的禅定，更深的禅定，心也更清澈明净，所以巴萨塔萨塔更高尚，就是要注意哦，巴萨塔萨塔不是普普通通很浅浮的那种程度，包含所有的信仰，心要透亮。好，今天的课圣才第7集大劫宾那。在佛陀时代，释迦牟尼佛时代，有一位国王大劫宾那，巴利文叫玛哈卡宾那，是古时古瓦底城的太子。他父王逝世后，他就继承了王位，所以他是国王。大劫宾那王的王后名为阿诺查，巴利文叫阿诺查，是萨卡拉王的公主，也是公主来的。大劫宾那王每天早上都派遣四位臣子往四个方向去寻探三宝诞生的消息，这也是很特别哦，非常特别。虽然每一天，大劫宾那王这样做，派遣人出去，问看三宝诞生了吗？做了很久，还是没有听到三宝诞生的消息。好，我们先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啊！夜晚的黑暗中也有星光，祸中也有福，障碍中也有机会。透过修行静坐，对世界现况和不正常的生活感到心烦的这颗心，也能体会到快乐。所以现在开始，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静坐，轻轻地闭上眼睛，眼睛微眨，舒舒服服地闭上眼睛，放松整个身体的肌肉，让自己感到舒服，没有任何部位绷紧，放松全身的肌肉，整个身体从脸部、
头部、颈部、肩膀，直到手指尖，让身体的两侧都感到放松，双腿直到脚趾头，全身舒畅，保持内心的清爽、开朗、清静、透明，没有担忧什么，不管任何事情都放下不理，放下万缘，不管世界现况是怎样，把伤害我们心的那些事都忘记掉。现在是和平的时刻，是我们能送给自己的礼物。方法很简单，把平常到处跑的心接引回归体内，想象自己身体是空的，没有任何内脏，就像宽阔空旷的地方。接引心回来安住在体内，把心轻松地安放，大概安住在肚子的中心，或哪里舒服，就放在哪里，让心轻松舒服地安住在身体的中央处，如同羽毛慢慢地飘落水面上，不让水面上产生波纹，让自己连续的感觉心已回归体内，轻松地安住在体内了。我们可以轻松地意念自己熟悉的画面，比如太阳、月亮或天上的星星。内心只有那个画面，心才不会回去想、去担心其他的东西。轻松舒服地维持在那个画面。如果这个意念不舒服，就重新开始，或者意念了却回去想别事，我们就简简单单
舒舒服服的重新开始。我们也可以在心中轻轻地默念萨玛阿拉哈，萨玛阿拉哈，萨玛阿拉哈，萨玛是真是善的意思，阿拉哈是远离让人生受苦的那些不清净的东西。萨玛阿拉哈即是净化心的正确法，让心证得人人可得的最清净境地。我们要继续默念萨玛阿拉哈，让默念的声音从我们身体的中央处慢慢地散发出去，心才能专注在我们所观想的画面和默念的声音。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我们会神奇地发现自己也能让心止定。虽然只是小片段的时刻，每天继续做，直到自己能自然地做到，如同吸气吐气一样，不用动脑也能呼吸，我们就能训练让心远离一切污垢，让心清净透明。清净透明的这颗心能连接内在的清净能量，防护体外所有不清净的东西。清净的心将让我们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事。这是现在人类所缺乏的，就等于我们正在帮忙保护世界。全世界各地静坐所产生的清净气息将散发出去，保护地球。维持宁静在清净中，它在我们体内慢慢地产生。默念萨玛
อรหังสัมมาอรหังสัมมาอรหัง体会到自己体内清净能量的来源，就可以开始想象内在清净的能量朝四面八方慢慢地扩大，清净的意念使清净的能量是一颗透明的球慢慢地扩大，笼罩的我们身体，再从我们身体扩大覆盖到家人、邻居和全球人类，无论是任何人，我们都把善意和清净的能量传送给他们，把充满着爱和关心传递给每个人，愿每个人都远离生命的危险，大苦化为小苦，小苦就能脱离痛苦，少乐变成大乐，已经很快乐的人就更快乐。想象我们正在把善意传递给全国人民、邻国、各国各地无边无际的地方，让全球人类身心快乐，互相同情了解，无担忧，无压力，无烦闷和
和一切疾病，让此清净的能量回向给历代祖先、父母、亲戚朋友，不管已经往生还是活着的人，都愿他们快乐，具有心力，脱离痛苦、灾难、疾病、一切障碍，一切众生也愿他们快乐，脱离一切痛苦、灾难。愿此清净的能量渗透人类和众生的身心，净化人类、众生和世界不清净的六界，如同我们正在净化这颗地球，让它透明如水晶或钻石，只剩下清净，脱离一切污垢。不论外在的新冠病毒或内在控制人心的贪嗔痴烦恼病毒，使人类互相误解、冲突、杀害、打仗等等，让世界转换进入戒律和道德高尚的新时代。人类心中的清净道德覆盖传送保护世界，使世界超脱不清净的一切。当我们的心已经平静快乐了，那现在请每一位慢慢的张开眼睛。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ภละปัต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ระคั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รร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าโสทีพระวันตุเตสุยสีตาเจียจิงจวกขังอีตะกงเตสาธุ大捷宾那王每天都会派人出去寻探三宝诞生的消息，虽然每天这样做了很久，还是没有听到三宝诞生的消息。龙屁读到这一段呢，每次读到这个故事就觉得很特别啊，很特别，因为那时候大捷宾那王啊还不知道说他的那个时代那时候啊有没有三宝诞生，不过他心里啊心里就很有把握，认为啊我一定找
三宝，这个时代一定有三宝来诞生，他有信心，从小到大一直在寻找三宝，虽然还没见到佛，也不知道佛陀诞生了没有，很特别。这就表示说他前世的功德啊，相当大，波罗蜜很大，才能自我教导说，我们生来为了寻找三宝，很特别哦。一般人在社会里啊，世俗的角度都寻找财富为主，对吗？第一呢是寻找财富，或者是说寻找温暖的家庭，时间到就想要成家立业，或者是开始工作后，或者是开始结交社会人士后，有钱了不够，还希望自己有名声啊，或是希望自己在某方面获得成功，成为专家等等，这是世俗的角度。所以大杰宾纳王非常的特别，他不需要寻找这些东西，他在寻探的是三宝诞生了吗？很特别哦。所以各位在寻找，在寻探三宝吗？来听这首歌。所以有福报的人呢，就会寻探寻找三宝，内在的三宝，各位大德。所以如果哪一位从小有这种念头，表示很有福报，能自我教导，或者是说长大后遇上善知识，
家人也好，亲戚也好，朋友也好，介绍我们入佛门呢，表示很有福报，让各位对三宝有信仰心，非常好。不过当进了佛门，开始修波罗蜜啊，龙皮认为每个人的第一颗信仰心呢，初心呢，很清净，对吗？不过在修波罗蜜之路，历尽悲喜与是非，我们需要保持初心，各位大德不要丢掉，不要忘记初心，那颗信仰心啊，很宝贵，各位大德要维持它，希望自己修行成佛，修行正得法身，希望自己的身口意清净啊，这是初心，非常好，要维护保持它。有一天，大杰宾那王和一千位臣子在皇家公园散步时，见到500位商人路过那里。大杰宾那王就问商人说：“哎，你们从哪来？”商人就回答说：“陛下，我们从舍卫城来，那里离开这边1920公里，哦，很远哦，1920公里，就相当远呐，可能从曼谷到泰北呀，哦吼，很远很远，曼谷到清迈。你们国家的粮食丰富吗？国王是否持守王法？”嘎比那王就问，商人回答说：“哦，陛下，我们国家的粮食很丰富，国王也持守王法。古代王法是很普遍的，有10条。”大杰宾那王在问说：“那你们国家里有什么好消息吗？”商人回答说：“有的，大王，现在佛宝已在我们国家里诞生了。”大杰宾那王听到佛宝已诞生在人间时，令他发喜到全身起鸡皮疙瘩，也愣了一下。哦，佛宝诞生了，愣住了。各位大德，佛宝诞生了，法喜吗？大杰宾那王再次问，重复问说：“刚才你说什么呢？”第一次法喜了，再问，商人就回答说：“哦，大王，我们说佛宝已诞生了。”连第二次听到啊，各位大德，大杰宾那王听后顿时又法喜到全身起鸡皮疙瘩，也愣了一下。哦，我没听错，刚才他是说佛宝诞生了，不过是真的吗？为了确定，再问第三遍，刚才你说什么呢？商人又重复回答：“我们说佛宝已诞生了。”假如现代人的话，大王，你没听见吗？我们说。大杰宾那王听后十分法喜，身体发光了，赏赐商人10万古钱币。哦，
非常好，这是我从出生到现在最好的消息了。好，给你10万块。哦，特别啊，法喜充满。接着，大杰宾那王又问商人说：“哎，好，佛宝诞生，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好消息吗？”商人回答说：“有的，大王，法宝已诞生了。”大杰宾那王听了，又法喜到全身起鸡皮疙瘩了，连续问了3遍：“哈，你说什么呢？”请再说一遍，连第二次，连第三次，你说什么呢？每一遍也都感到法喜充满。最后第三遍，再赏赐商人10万古钱币，给他20万，好，再给你10万块。好消息，好消息。我等了很久很久。接着大吉宾那王再问说：“啊，佛宝，法宝诞生，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好消息吗？”古代没有媒体啊，没有科技媒体，所以要靠问商人是最准的消息，因为商人会历经很多国家、很多城市做生意，所以国王才问商人：“还有什么好消息吗？”“有的，大王，僧宝已诞生了。”“哈，大杰宾那王听了又法喜到全身起鸡皮疙瘩了。“啊，真的吗？你在说什么呢？”连续问了3遍，再一遍，那么一遍也感到法喜充满，然后再赏赐商人10万古钱币，再给你10万块。很特别，各位大德。过后，大杰宾那王告诉诸臣大将说：“各位，三宝已诞生了，我不能再继做王位了。我不能去做王位，今天我将舍弃王位出家。由于1000位诸臣大将生生世世跟随着大杰宾那王一起修波罗蜜，令他们也想跟着跟随国王出家，所以每个人立刻出发，直往佛陀的住处，沙陀。各位，三宝已诞生了。谁要出家，赶快来。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学习到对三宝的信仰有无限的利益。各位大德，大杰宾那王什么都有，财富也很具足，也很健康，也很有地位，终于就决定舍弃王位出家，生生世世对三宝的信仰带他走入佛门修行，所以对三宝的信仰有无限的利益，这是圣财。今晚时间到了，祝福各位和家人一起闻法的功德，诵准法轮经的功德，静坐抗议的功德，祝福各位和家人健康无病，远离新冠肺炎，茶缘滚滚，修行进步，正入法身。祝福各位和家人晚安，明晚见。
梦似发影，为我们比影，万丝求名利，朵朵发云，生命中清凉甘霖点滴，白雪凝珀，梦困铁木泥，有生之年凝得金科玉律，而其萦绕如发影，指引迷津，勤俭功德自虚无中永持，内在中心点写灵精致，如此光心无论作我占星，千古代乎处处隐，不求功德圆满一切显明，铮铮过脱魔障，梦似发影，为我们比影，万丝求名利，朵朵发云，生命中清凉甘霖点滴，白雪凝珀，梦困铁木泥，有生之年凝得金科玉律，而其萦绕如发影，指引迷津，勤俭功德自寻无中永持，内在中心点写定精致，如此奉心无论作我占星，千古代乎处处隐，不求功德圆满一切显明，铮铮过脱魔障，啊，不愧一世生命导师，生老死万万世轮回也难找，找到了引路的法身法宝，拜谢你无上慈悲法义。拜谢你无上慈悲法印。